第17题，如果将正负两极都选用铜片做电极，通以直流电，关于铜片电极质量变化何者正确？这也是记忆性的题目。如果我们以铜片电解硫酸铜，我们正极发生的反应是铜会变成铜离子，因此它的质量呢会减少；我们负极发生的反应是铜离子会生成铜，所以它的质量会增加。所以正极的质量会减少，负极的质量会增加。第17题问我们说，关于铜片电极质量变化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正极减少，负极增加。